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库拉索芦荟种植基地，这个芦荟呢能长到很大，是可以吃的。我们取一个叶片尝一尝，掰取一个芦荟大叶片，先把这个白头削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，扒掉芦荟的外皮，嚼劲很厉害。胶质很粘啊，它也不苦，没有任何味道，像吃果冻，秋弹软糯，拉丝儿，汁也特别多，特别解渴。